接下来请收看翻滚吧蛋炒饭。这里是里长林万福的广播服务处，林万福在这里跟亲爱的乡亲父老呼吁，如果说要买米其林的蛋炒饭呢，时间就要开始了。这是一个传说，一个有关蛋炒饭的传说，一个有关一天只卖100盘蛋炒饭的传说。偷跑！米其林来了！久等了，蛋炒饭马上就来。他曾经是闯荡江湖的江头狼，你还不够格。不过现在的他，蛋炒饭餐厅厨师米其林，拥有潜藏的料理天分，拿手绝活就是嘴三分球 ，yes， 擦板得分，这是阳光热血的他。这是他煮的那道蛋炒饭，蛋炒饭开卖啦！今天呢，不只是要庆祝我们小叔演唱会成功，该庆祝的呢，是由我们世界顶尖的天才少年厨师为我们准备的庆功宴美食料理。哎，但是哈，这都多亏我们小叔的福，我们才能这么有口福啊，是不是？亲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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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下。音乐创作才女关晓舒曾经是乐坛最受瞩目的当红女偶像，却在一场车祸中丧失了视力。都是我的错，这不能怪你，你起来，你不要这样嘛，你是我害小叔变成这样。冷冽五星级饭店创意总监，出身餐饮名门世家的天才厨师，有着过人的才华与令人称羡的机遇，举手投足间既是贵族般的绅士气质，更有着近乎完美的厨艺表现。请多指教。董事长找他儿子来当我们的总监，以后大家压力就大了。冷不波要你当厨艺总监，也是希望你多点历练。他事业那么大，之后你也要接手，多点人事方面经验对你是好的啦。我拜托你行不行？我好不容易离我爸远一点了，你可不可以饶了我？好，饶了你就放你一天假。你是要回家休息呢，还是好好约个会？冷冽与关晓舒是青梅竹马，压力请不要我，不怪小叔。在令人称羡的家世背景后面，他只能在一旁默默的守护着。那你这次回来常住，该不会是要我搬走吧？这说什么傻话？我怎么可能要你搬走？再说，我怎么舍得把你赶走呢？哦，所以说。这样算是同居哎，哇！哎，这种事情千万不能说出去哦，可是会对你的名声有影响。你可是黄金单身汉呢。我才不在乎呢。你在乎吗？自称蛋炒饭老板娘的女人 Wasabi， 够呛够辣，她腰高逼嘞，却嗓门奇大。干嘛办签名会啊？老板没读书不识字，不会写字，吃早饭吹面签啊，快一点，滚，走走走走，滚。 Wasabi 啊，进来再招呼客人就客气点，礼貌一点嘛，干嘛要凶嘞？
我这粉丝撑着，他们这家破店生意会这么好吗？马三米，最后一盘了，等不到的人呢，请他明天早一点来啊。我长这样子还需要排队吗？漂亮的美啊！他蔡山城，人称半条龙，色大胆小的他，对他，哎，不是，是对他一见钟情。徐林，有一个啊，看起来很凶狠，应该是熟浪来找你。山城啊，我老朋友。是不是？好久不见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忙啊，在外面等一下啊。来来来。饭都卖光了，没吃到的也不要灰心，现在供应其他点餐。哎，真的没什么别的好招待，特别为你炒101盘哦，真的是。米其林，你觉得今天的我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我知道你今天穿了魔术胸罩，拜托你不要没事一直挤好不好？就知道你眼里有我，干嘛还装作不在乎啊？小陈，炒饭要吃的是，哎，你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欢吃蛋炒饭吗？兄弟这么久没见了，你好歹请我吃鸡腿饭呐、啊！哎，我在外面很辛苦哎，你们家的菜我又不是没吃过，你爸煮的连狗都不吃了，更何况是你哟、哦。你也不要这么夸张吧！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吃蛋炒饭啊？哎，跟你说啦，你爸过世之前哦，就一直交代我要好好照顾你。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哦，就是没能够看你娶妻生子啦。啊，我是他的老猪逼哦，我一定要帮他完成这个心愿。甘公，你要看你爸在棺材里面死不？早饭。